啊，只是让你放在修理厂里头，啊，不用需要去称它，啊，主要起到保护的作用，后面是我们很重要，啊，这样相当于我们接球的时候是几个点来保护这个球了，几个点？三分。下面第一是一个第一个点，后面的手是第二个点，上面的手是第三个点，啊，要么三个点稳稳的把球保护好。